那我们接下来，我们就先来看第一件事。首先，我们是不是有部门别？我们来画一个最简单的图，最简单的图。我们至少先知道一件事哦，在这个地方，我想要去做一个报告，先画一个简单的直条图，了解部门别，或了解，我们先了解那个贴文，这个16000多笔的新闻散布在哪几年好了。好，所以呢，首先第一件事情，我是不是要用日期？日期，所以在这个地方呢，如果不记得那个日期，因为日期有第一个贴的日期，还有什么？公告开始跟公告结束，这个 start date 跟 end date， 好，所以我们要用 post date， 好，所以第一点选报告，然后在这个地方点一下，空白的地方点一下，好，例如说我想要画直条图好了，直条图，那第一件事，我们在这个地方好像枢纽筛选的方式用勾选，例如说。我要贴的是 post， 这边这个打勾，那这是不是贴文的日期？我有了日期咯，我有了日期，它是不是直接帮我放在轴这边？可是请问你，我直条图是不是要直条图是不是有一个水平轴？水平轴我现在是放日期，那直是不是应该放在 Y 轴？就是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值？我是不是可以用什么？用例如说新闻。刚刚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一个 news title？ 这个 news title 就是一则新闻，它就帮我把相同的天归在例如说3笔的记录。好，所以在这个地方呢，我是不是就把刚刚这个叫做 news title 哦，好 ，news title， 它是按照英文字母这样排下来的 news title， 直接拖移到值这边。我要是直接打勾，它会直接放在轴这边，因为轴都是文字。而我刚刚选择两个都是文字，日期也是文字的属性哦。好，所以我必须要把这个放来直这边，它是不是就帮我画出来一张图了？直条图是不是要有一个是什么？一个是所谓的就是文字的栏位，好，文字的栏位，你看就是放在轴，那 Y 轴呢？Y 轴就是数量，所以我把那个 news title 放来这边。我们可能会希望把这个值呈现出来，所以怎么样把这些值呈现出来，就不是在这里面的栏位控制，而应该是在这个样式。什么叫样式呢？格式，这个意思就是说跟这张图有关系的。例如说值啊，例如说大小啊，颜色啊，好，所以首先在这个地方，我可以分别去设定，这叫 X 轴。你有没有觉得这个轴的颜色很浅？好，我们就先去看 X 轴，可以关掉，是不是就没有看到2015、2016？这是不能做的一件事。好，一定要打开，一定要打开，因为。当我们在解读这张图表的时候，万一你不告诉别人这边是年，别人总会想到你画的是年的资料呢。所以 X 轴这里，我是不是应该要想办法把这些内容啊，设黑一点、粗一点、大一点？所以呢，怎么样去设定 X 轴底下是不是有色彩？首先色彩改成黑色。我觉得黑色会更加清楚一点，再来字的大小设大一点，这样子看起来是不是大多了？好，说除了 X 轴，还有 Y 轴，Y 轴这边一样点它，我们把这个字色颜色色深一点，还有这个紫色大一点。刚刚 X 轴射到 18， 那我 Y 轴也射到 18。好，除了这些以外 ，Y 轴设定好之后呢，我还有这里面的内容，我希望这边出现那个值。 好，例如说，在这个地方呢，你觉得是 X 轴还是 Y 轴都不是嘛？那我们应该选什么？这个资料标签，例如说点它，这边是不是出现了这个数值？可是你可能不太习惯看这个数值，对不对？好，也许你会想说，把它呈现成那个标准的，就是说完整数值的呈现，至少。 这个太浅了，我们把颜色设深一点，所以是不是又点这个资料标签左边这个往下的选项，点它，然后接下来把色彩设深一点，然后呢，这边字大小设大一点。好，那我们呢这边的单位有看到哦，小数、位数、方向等等这些，其实这个单位如果我们 设为无，它就直接呈现了，直接呈现就是它实际的那个数值。2015年可能是年底的时候放上去，所以只有一则新闻。2018年是因为现在才1月嘛，对不对？那1月我们看这件事情，应该是以年平均率来去看新闻的发布率，而不应该是以量来去看。尽可能我们都不要 去跟那个用数字来比较，应该都是用率来去做比较，用率来去做比较会比较好一点。也就是说，假如这个是10000，对不对？除以365，这个比率算出来之后，大概一天有3则左右的新闻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呢？ 我们现在才几天？17天，那也就是这个只有 1.5 则左右的新闻，了解吗？我们要比是比那个率，而不应该比的是那个新闻数。好，不过我只是要在这个地方，请你们稍微知道那个格式，因为 很多同学会询问我，图画完之后他是不是要去解读？可是他最后一定要报那个最高，例如说2017年有多高，对不对？他要报出那个数值出来啊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他就希望把那个数值呈现在图表上面。好，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玩。第一个是什么 ？X 轴的格式要以你清楚可以 播放出来让长官看得到为原则，而不是像刚刚那个比较浅。好，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格式的调整。